然后从上缴了5000，我去嗨饭店预约一下。嗯，我不是这个档的主播，我是早晨的，我是来替档的，这个档的主播不要你们了，我们先跳第一个舞啊。就随便来吧。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, baby. And it'll never change.吊环啥意思？吊环是高空舞蹈，我不叫吊环。我们好多人一看到我那个名儿，就不管我叫雪宝，管我叫吊环。
我不叫吊环啊，我叫雪宝。我跳的那个舞是吊环，就是高空舞蹈的一种，就是类似钢管舞，比钢管舞的难度系数要大的那种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953，全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档经常主播，我叫雪宝。大家喜欢主播的记得勾一下直播通知，电脑用户勾一下右下角，手机用户勾一下头像上方的黄色爱心，然后把左上角的五星五秀嗨翻天预约一下。大家有这个心心的记得帮我扣一扣这个心心啊。我们家人不要在这里闹，感谢枪王啊，然后还有麦序上的菲尔的直播通知，大家记得勾一勾啊。接下来给大家跳第二个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档的鸡蛋主播，我叫雪宝。大家喜欢主播的记得勾一下直播通知，电脑用户勾一下右下角，手机用户勾一下头像上方的黄色爱心。胖了不少，对，我照过年的时候到现在胖了10斤了都。
可以再跳一首，可以啊，因为我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呢。大家记得勾一下直播通知，电脑用户勾一下右下角，手机用户勾一下头像上方的黄色爱心，然后把左上角的五星五秀嗨翻天约一下。年都过一半了，我不知道这歌叫什么。然后我们把下方的七星点一点，然后还剩四分钟的时间，我们争取给它扣到一千啊！电脑用户扣中间，手机用户是把屏幕往左边滑一下，然后有一个星星，大家记得点一点哦。然后有喜欢钢管舞还有吊环舞的，也可以给我直播通知哦，回直播间心情好了给你们跳吊环。那我们谢谢所有刷礼物的小哥哥，我们跳最后一个。You are back. You ready? You ready?跳多了，大家记得勾一下直播通知啊，我走了，怎么还有这么长时间，拜拜拜拜。